今天我做了一款小零食猫耳朵，特别酥脆好吃，喜欢的我们一起来制作吧。200克面粉中加20克白糖，搅拌均匀，加100毫升纯牛奶搅成面絮，加入10克食用油和成一个稍硬一点的白面团，再准备200克面粉，加入100毫升的红糖水搅成面絮，加入10克食用油揉成一个红色的面团。两个面团揉好之后醒面30分钟，把醒好的白色面团擀成大薄片，均匀的刷上一层水，然后盖上红色面片，用擀面棍轻轻擀一下，然后再刷上一层凉水，从一头卷起，卷得越紧越好。卷好之后从中间断开，放入冰箱冷冻1个小时。冻好的面切成一元硬币厚的薄片，50油温下锅炸，炸至飘起转中小火慢炸，不停翻动，这样受热均匀，颜色更好看。炸至金黄酥脆，捞出控油装盘，好吃的猫耳朵就做好了。喜欢的双击关注，美食每天更新，感谢您的支持，谢谢。